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想在这里宣布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项目卖的就是男一号向晴雨。那为了使这个电影有一个更好的呈现，我们制片方呢商量之后决定在演员上面做一个调动，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同步一下。来了，默默。这位是池宇。今后呢，他就是我们向晴雨的饰演者。那李龙大则继续担任剧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是男二号大师兄。池宇，你是？我是池宇。你叫池宇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不对，你不是池宇，你就是宇哥呀。宇哥，我是护生啊。你还记得吗？我12岁自己出来闯五行，是您让我留在梦生和师兄们一起出宫。要不是您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只可惜后来您出了事儿，林老板调停了黄埔风云。师兄弟们知道那是您的心血，护生当年人微言轻，找不到替您说话的人，所以我只好偷了胶片放在您家的门口，我也就只能坐到这儿了。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我也不知道了。这些年来，胡生自己出来做事，每每遇到关卡，就总能想起宇哥。